绑钢筋水泥不平坦哦，跳动，所以上面还要用 AC。好，所以这段有改善的时阵，我们这个连长吼，少年家吼，伊讲后生要验收，爱用鱼台拖去打吼，迄个重啊，佮后壁佫有迄个要犁的吼，啊会渗。所以这个路面若无平吼，无平，伊去台上敏感，比一般的车较敏感。所以公司跟咱连长家联络一下，后日来在做平的时阵吼，啊，跟伊联络，换去一台车了，行一下，你知影吼。所以，过去我们是公路局代养，现在101年开始就是由我们要来正式维护，一段一段没办法，前段都全部改善。所以刚才大家看到。从口舍到泰山这里这一段就是几 K 到几 K， 十一 K 到十五 K 的地方，基本上改善了啊，所以无多一定是这要改善吼，一定来忍受这个痛苦啦啊，所以希望那段改善会当比这段更好，安尼沿山公路就大家开始吃松糖，我以上跟咱一起分享。